你讲，我爸的事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伊是不是你害死的？盈盈，我拜托你，莫看一个囡仔生一个囝，我哪有可能害死恁爸啦？好啊，安尼你就甲我讲好清楚。你若是唔老实讲，我就报警，我就叫警察来甲你问，我看你要怎硬啊！都算了，你敢怕我？怕你又安怎？比起你，还佫有你迄个袂记过的老爸，我的痛苦，敢是怕你还佫无够啦？所以，我爸真正是你害死的。廖开豪，你是你丈人爸的，你怎样做这种代志？硬手来跟我做啥？我讲，我是和恁比较不得已，我才娶你的。你可是讲我真正，绝对无可能。不管是这世人。后世人，无论几世人，我永远无可能爱你。你甲我听清楚，自头到尾，我干那爱你的钱而已啦。刘凯豪，我真是爱你，我真心全意为你付出，你现在这样子对待我，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啦。你俩叔公，你除了钱以外，你还够啥？我每天都在吞论你，每天让你们家里的人糟蹋，尤其是你这个不吃药的老爸啦。所以你就是我俩端环该台死。我是赶紧结束他不记得的心，我提早给他离口袋了，这有什么不对？你别忘记了，我阁有做伙陪你念经，回向予恁爸呢。敢若是这点，你就应该偷笑啊！莫遐唔知影好歹。你一个无悔无外在的人生，你莫讲到家己有偌委屈。今日也毋是因为我，你哪有今日的身份地位？你哪有可能在吴三集团做个副总？吴三集团副总，欸你去离家无啥好，你袂记得恁妈讲啥？阿妈今妈当咧乌五三集团的钱啦，真紧，五三集团就会变一间空壳。你给我做一间空壳公司的副总，你今妈阁有迄个面，在我面头前阁讨公道，你真正有够袂见笑啦你！
你今嘛就是做歹代志，让人抓包的表姐。讲，你是不是要偷偷出去乞色？王子啊，我有甲今嘛这种气氛，你想，我敢有迄个心情出去乞色？啊，无你关遮尼大块的行李箱要创啥？是头毛啊！哦，这是因房间内底娃娃的头毛啦。哦，拢几岁啊，搁伫咧生娃娃，真正有够搞假有气。哎，哥。飞弟，你要甲谁哥讲，叫伊一定要送这个回。哥，啊，谁哥是咧人蛇集团内底的大头，专门咧做台底仔的生意。啊，你甲伊是要搞什么回啊？哎，卖有白顶头，你卖弄这样做好不好？谁哥一看到回就知影啦，伊袂懵当懵知啦。你卖遐古古秘秘好不啦？无这条你到底要赚是唔赚啊？是徐世伟，这个我麻烦，是九九会馆的头家，要靠我这款人秘密仓库讲代志，百变无好代。无咱的代志啊，咱走。我也无讲我无要赚啊，啊，不过谁哥伊是咧做器官卖卖的代志，啊，你要处理啥，我嘛要知影这是谁啊，啊，万不如要处理的人问题足大个，我去互砍一边，我唔加说。你到底爱我讲几届啦？对，你甲你讲，无人要抬猪啊，只是负责送货啊，尔。啊，那安尼，你着家己批箱啊，给我寄一个。我只要确定这内底唔是人，我着帮你联络抓过。啊，说实话，真正有够无胆的呢。卡一通电话，当赚一百万，你唔赚，外口要抬的人坐到都山啦，免惊无人抬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有钱无爱赚是腿啊，我替你联络抓过啊。廖凯宏，你是搁在做甚歹代志啊？林子豪，你搞滚走！阮本来嘛无想要管，啊，不过偏偏无彩，你让阮去听到关键字啊，就袂当唔管。我问你，无你无代无志，用用找徐世伟，爱伊来闹人蛇，你是在变啥棒？无错，梦姐，你是甚么人啊？我咧做甚么生意，甲甚么人来往，敢需要向你交代？你看起来做甚么戏呢？你咪出来，你得啥？拍开看卖啊！这是我的隐私，你凭什么看？因为我唔惊你过啊！就算你要搞我破坏隐私，我唔要看内面到底是得啥。有话好好讲啊！哥，别怕啦！别怕啦！不好了！你贱了！哥！是吴莹莹！哥，你要搞吴莹莹上去跟我做敌啊？快走！哥，走袂去啊！哈，讲，你到底搞吴英安怎？你管好你家己代志就好啊！你管太太是要做啥？廖凯宏，你干什么？廖凯宏！
安怎？兄弟啊吼，你走袂去啊！啊！啊！好乖啦，你这么听伊话，你当然约伊约袂着啊！我跟你讲啦，林子头的故事就是爱互苦毒，爱互糟蹋，互看起，伊就愈来愈爱你，啊了无吼？伊哪会乖乖翕一堆性感照片？哎，遐性感照片你看过无？敢要分享互你看？不要开炮！你的嘴，走啊！开！No！他们的同志，咱就该拍啦，甲伊交互警方就好啊！你有听到伊哭啥吗？我甲伊走得快呢，伊阁叫你莫甲我拍。哎，在外口，唔知有偌济宅男看过伊的相片啊，而且阁甲伊相片存伫电脑内面。啊，唔是，那是消防时阵，哪看哪做啥。唔免我解释你听啊！不要开炮！是不是你？自从那时开始，就是你害。小可舒适的，袂用的。我若是甲恁当着，安尼警方把我当作是共犯，我今还阁有暗底，煞煞起啊！想想，堪要拍你目掉出。我一击不了好算的，无怪陈东炫弄一击啦。下来，好啦，卖算啊！伊拄仔有报警，或者等警察就来啊呢。哦，对哦。哎，先我关起，紧。哦。你看，我就知影，只要把这料开封哦，定条条啊，就好算的。就曾经进前伊甲杜国亮系列唱起来，嘛是我蓝湖，有无？哎，给，哎，谁啊？啊，志杰，志杰，哦，伫我要下个元宵啊，搁文钱叫来对哦，其实无够啦，免擦鼻，来袂离去，哦。来，这内底外口所有监视器哦，拢处理掉，我知影。哦，你拜拜。